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今天都只学到了数字，然后数节。我们今天怎样？你可以做最后一个吗？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你的电话号码吗？可以吗？要怎么说？可以再练习一下。谁有电话号码？叮叮叮叮叮，电话号码。我的电话号码是，我的电话号码是09754064474。这个是明老师的电话号码，所以你可以这么说，我的电话号，我的电话号码是，我的电话 telephone 号码 number 电话 telephone or cell phone， 然后呢号码 number 我的是什么意思？ My 是 is 哒哒哒哒哒，所以就这么说。好，所以我的电话号码是09754064474。你呢？好，两个人跟你的隔壁说你的电话号，两个。